嗨，采访高中生的第一次，你第一次来这边上课是什么原因？因为我有看影片啊。你说 A 片哦？对啊，我就看到男主角是你啊。外流的影片。对啊。我跟小胖啊。对啊。看影片、啊。你看哪一集？很多哎，你知道那时候因为国三放假嘛，然后我把你整个上课课全部看完，我会回你限动。啊，那我回你什么？我哪知道？看一下，宝贝老师上第一看了。你第一次来上课是为什么？我那时候好像也有秘密。我回去看你以前高一的影片。跟现在差很多，你高一干真的太屁了。你高一看起来像国小生，你知道吗？长大，长大必须的，必须的。你第一次来上课是为什么？表哥推荐。对，你表哥是我的学生，猜奖前夫。算是我很初期的学生。他说那时候你教他，你很瘦啊。靠腰、哦，他算是我频道最一开始的时候是有陪我拍过片的。知道啊，我跟你讲 ，Walking Boys 回复色情经验。好、啊，你第一次来上课是为什么？谁介绍的？看影片啊。你知道我最近有人要跟我买袜子跟内裤了。之前也小找到了。什么？第一句。找到你第一次密友的对话。繁星会直接沉下去吧？看你，绝对沉，你自己讲的哦。然后我还回你两次，然后我第三次就问你说下礼拜直接进班吗？看好突然的一句话。对啊，棒棒再来打，就是那时候传说输我那一次。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是你，你知道吗？我是后来过一阵子再往上滑，哟，因为以前有密过。在吗 ？Hello， 现在不打啊！你们那时候在玩灌篮高手，然后你有问我要不要一起玩。